师傅，那个太岁菩萨它是有功能可以把你的命延续吗？当然有啊，否则你求太岁菩萨，太岁菩萨能保佑你平安，就能他也能保佑你延寿。每位菩萨都有这功能，但是你要记住了，这是什么？在你原有的基础上，明白了吗？比方说你被折寿了，太岁菩萨就会帮你延寿，把你寿拿回来，明白吗？但是要延寿还是靠菩萨，还有靠你自己多做功德，因为菩萨不动因果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太岁菩萨所说的就是说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折寿的，因为当你做错事情、吵架、造口业啊，寿都会大大小小都会折掉。他可以让你躲过这个劫，他可以帮你延寿，明白了吗？把你过去消掉的寿再拉回来，这是太岁菩萨能做的。哦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我看好太岁菩萨好多都是大将军。啊，知道吗就好了。啊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好的，好的，感谢师傅慈悲开。